蓝天白云和嘉义东石水中古厝倒映水面上梦幻美景，还有黄昏云朵飘散时透出金黄色的光芒，晚霞风光衬托水中古厝，仿佛人间仙境。摄影爱好者等着捕捉按快门，一整排摄影脚架放在路旁，卡好卡满。怎么会找到这个点？哦，这已经来拍过一次了，很有名的点呢。我们已经拒绝过了，所以那个整个天空会很干净。这是摄影人的最爱，对，拍出来的效果非常漂亮，而且层次感会很好。地层下陷加上海水倒灌，古厝泡在水中无法居住，屋主搬走后屋瓦倾颓，独有苍凉美感让水中古厝爆红。步入夏季，季节限定大景接连出现，傍晚火红晚霞或是略带紫色迷幻色彩，水面如同天空之镜，美景上下对称。一个古厝里面就是在水的中央里面，然后其他如果在拍夕阳晨昏的话，它主题单纯，然后有云彩。从端午节到七月底，这个期间最容易出大景。想拍下一张绝美照片，少不了清澈的蓝天白云。摄影爱好者从早拍到晚，狂按快门，捕捉水中古厝的夏日限定风光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翁玉文嘉义报道。